由咱田中运动会嘉奖颁予。马布生产了后，就是让咱渔民抓鱼仔在咧用。当时呢，就是咱这个农家吼，就是当时光复初期，拢家庭收入拢靠这個。像讲阮细汉的时阵，要交学费，要去买车票的车票费，拢完全啊，迄阵像讲阮的家庭会来讲起来，完全靠阮阿嫂。啊，这个经营阿婆伊真够家，伊家己生产，啊，也是讲退家，这个收入来做这个头先讲的。买车票、交学费伫咧用的，这是一种的家庭的主要的生产。提起咱的稻谷、农产品生产以外，都是完全靠这才有薪水。安尼，感谢大家。就是咱这个吼，做做咱这个现在这个鞋伫咧用。咱无论是要去倒位，这个做工，还是讲你要做这个行路，要去看很多，拢都是完全靠这啦。好Thank you.
啦，我之前有看播出来的，这不是假的，这听。我这来听我的，你听我的。一定不会过分。无啦，这个这听我的，他对。哎，那你怕算几了？您当时有人打一下？等等，等等，好了，这个怎么？这个我们到底在上坡坡？你这边跑，有两个兄弟关我了。Thank you.